教你用莱特尼的咸鱼克制莱特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吧？各位矮鸡的买了四排啊。那自从这个莱特尼加强之后嘛，天梯出场率直线上升啊，很多老鼠玩家想宝哥反应给那个揍的不行了。那宝哥网猫也是比较爱玩这个莱特尼的，总感觉他手感很好啊，轻飘飘的，尤其爱这个皮肤的发。啊，特别是带了武器咸鱼，老鼠踩之后基本就走不掉了，超远距离闪现是吧？配合那军无限找到贼爽啊！但是今天宝哥教你们克制莱特尼的方法，就用他的咸鱼啊克制他。那具体如何做到呢？啊，记得先给视频点一个免费的赞啊！让我们回到游戏吧。再给我两根葱，让我再给你两根葱哈、啊！你要葱干什么？把你煎成饼。你要葱干什么？把你煎成饼。厉害。别融化了眼泪，你转的话就猫对猫的名字里面都啊，还是我太潮了吗？是我太潮了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打这个东西不要带蛇姐啊，不要带蛇姐啊，打这个是。你能不能不要拿你这个我，你能不能不要拿个天使、啊？我的天使看着害怕呀、啊。上个天使20多秒钟给我复活，老鼠我开难了，这是两半的心了。天使兄弟组合，别说了，主要是为了搭配大西瓜，打到天使兄弟组合，不要丢了小伙。别呀，你别转移战场。别呀，你就直接把别人，你把别人操作拉下去了。兄弟们啊，怎么还有人私信我说那个四不能四排了？他说的是传奇上不能三排了，不是说不能四排了。你可以单排、双排、四排，就是不能三排。不能三，老有人私聊我说高台的被他拿了，不能四排的，不可能的呀，是吧？哎，有牌子在该是。虽然隔壁第五是高端局不能开麦啊，只能双排的。猫鼠这个不一样，兄弟们，性质不一样。这游戏高端局不能四排。对面有一个，你们谁拿？这高端局高要这要是我下单了，我下单了。四排直接就给人气死掉。对啊。那猫就无敌了呀，高端局不能四排，那就无敌了。一级开，难得的久违的一级开，好吧？之前把五个蛋糕、四个蛋糕开，给我们都怎么会玩了？真的，什么时候打过这么富裕的战是吧？没有啊，真的。但应该是淡淡的忽悠。我不动了，我等一下偷偷摸摸的出个高台，我待会就死掉了。我也准备偷偷的出啊。差不多了，我差不多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有盾呢、啊，有盾呢、啊，差不多了，有盾，有盾的，有盾呢、啊。还有我信箱的吧，吓死了！没一个道具，缺没了。摸下摸下，我来摸下，我来摸下。没关系，我们推的没这么快的。OK OK， 但是我怕他直接闪过来就很尴尬。差不多了呀，来了，传到我再给他砸，我再给他砸下去了。他带盾再给我砸下去了，别人带盾就砸下去。空投。砸你！开霸体了！霸体了！霸体了！往上跳，给你戳去！来，往上跳，给你戳去！你这不耗自己的护盾吗？能不能走啊？喝野兽的！我是给他威慑力，你知道吧？他知道我在上面等他，不然他会喝药，说他肯定死全都抓你。这都能闪到我啊？没了，上面的人没用，他妈飘不起来的人。哎呦，这个怎么在摩天轮上？这个，哎，我这来了，这来，真费拿了，这个。还有闪这么远啊！有鱼！哎呦，踩夹子了！我中咸鱼了，他直接闪过我这里来了，没动啊，身上没动。鲫鱼，有远视，有远视，没动。是谁把这个奶酪放？哎呀！走！哎呀！直接就跑，直接就跑！我帮你吸伤，你走吧，我帮你吸伤，可以。你大法来点作用，他也可以。他伤不了你，他只会伤我，我走了，他让给了，对。我也走了，还是伤我，我会右打，还是伤。推，哎，被车撞去了，早点去了。直接推完了，哎。他打不死。打莱特尼的咸鱼也挺难整的，他这个火箭底下这个波很像咸鱼啊。打莱特尼这个咸鱼啊，也是有利有弊的，兄弟，这个咸鱼可以被我们利用的。你压级推吧，过来会闪屁股。厉害，打不死。什么情况啊？过分自信了。没能量了呀，被他打不到。你个盘子，我怕你来打。我把这个搬上来。就是可以、啊，这个箭真准，射到了我心里。不太假了。好
好，铁大骨啊！哎、对、啊，给我来一巴掌，好，回去。好甜。哎呦，朋友没了，要炸炸包，炸死我！把他炸包，你同归于尽。哎呦呦呦，哎呦，我炸死了。没事，看他把哪里。赏我没事，往底下走。有鸡喽，开我苦力，就这个劲了啊！班长看好，我给你把撕下来。我来，糟了，没刷到。哎，扎了，被扎了，还没绑。哎，开免控了，开免控已经开了。仿生火箭，星辰之力。我来呀、啊。漂亮。闪控，这秒被救下。哎，兴奋兴奋，我靠！毛兴奋了，小点。啊，他拿兴奋了。这小子。二装给了。今天晚上太轻松了，兄弟们，我都没事干，我太难受了呀，太轻松。哎呦，太轻松了。也不是说猫不行吧，就感觉今天晚上我们特厉害啊，就感觉今天晚上我们特厉害，我也不知道。星辰之力，害我把自己浪死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可以。啊，兴奋还有啊。对，兴奋还有。直接砸他，直接砸他！你不续啊？什么？你搁这射箭？你不拿黑苹果？你不续满的话射不下来，你不续满的话射不下来。你怎么去拿那黑苹果这么多？那我都续都续了，那打猫打猫打猫！哎，我破墙只能把猫给打死。来来，这个果盘好了。有鸡佬开我苦力。好了，拜死。我们拜战了是吧？自保宝哥就利用那个莱特尼咸鱼嘛，是吧？直接让他不能赏队友啊，只能赏有护佑的我，对吧？这个套路的唯一要求就是对彩云的那个人啊，要求有点高，要一点小操作啊。好的，喜欢的话别忘记了，那咱们就下期。